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顶礼西天东土，顶礼西天东土，红总眼教，红总眼教，诸大善知识，诸大善知识，为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如理的谛听，如理的谛听，不欲临就想的，你不愿意面临的，就像我们讲啊，白头到老啊，什么啊，友谊到永远，这些啊，但愿人长久呀，这些如因往昔的业力，成为国王的臣民，富翁的仆从等那些人，无有刹那的自由，不愿意也成了那样啊，就是啊，你看外面那些打工的一样啊，打工明明劳动法规定哦，就要几个小时啊，不准超过那么多啊，必须每个星期要有几天休息，但是啊，真的到别人厂里给别人打工了，还由得了你啊？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啊，做了皇帝的臣民，乃至做富翁的仆从，都是的，无有刹那的自由，不愿意也成了那样。他们仅仅犯了很小的过错，就要感受许多痛苦，也是无可奈何。若现在被带到刑场，也只好跟着去，此外无法逃脱啊！虽不情愿，也要承受那些痛苦。这就是啊，当恶业成熟的时候，或是前世的恶业，或是今生的恶业，当恶业成熟的时候啊，坐牢啊，甚至去枪毙啊，逃得掉吗？那个时候的人生是完全谈不上自由的。这自由是靠什么保护的？自由是靠善业的一种果报啊，善业的一种果报。以亲属欲恒时，不离相伴然定离。就像夫妻啊，夫妻亲属啊，那种感情好的，就想哎呀，能不能永远的这样相伴啊，永远的不离开，相伴在一起呢？但是啊，这个叫然定离，这个然啊叫然而，没有这种的，必定要离开的了。贤妙住所欲恒时，不离安住，都不想离开。哦，这个房子造得好，我今天买了一幢哦，小洋房啊，啊，风景秀丽，周边环境也好，啊，里面结构也好，啊，这么美妙的家了，都不想离开。但是怎么样，然定啊，然定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一定要离开的，要离开，一定要去的，啊，然哪怕你说哦，我现在退休，总算在家里了。哎，不小心哎，哪天生病，哪天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拼命的也没有用啊，家里人也看不到你在呼唤，然后只看到你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尸体。然后想着，哎呀，怎么把我抬出去了？抬出去了，是要抬出去啊！这再也不会是你的家了。这个家哪怕再美丽啊，也再也不会属于你。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虽然想永远的住在这里啊，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离去的，暇满人生欲恒时，不离常有。啊，这样暇满的人生，哇，真是希望啊，能够永远的保持住啊。我们说永葆青春，对不对？别说永葆青春了，到了老年了，实在也没办法了，说，哎呀，能多活一点，寿命长一点也好的了。虽然不是青春，老归老。哎，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能活一点还是好的。然而，是不可能的。
也是一定要死的啦。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想满的人生都必定要死，那就要善加利用。中国人就比喻啊，叫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因为什么？这光阴是有限的。因为什么样的光阴呢？是暇满人生的光阴啊。哦，我们这个乐意人生的光阴，这是很尊贵的哦。你看我们寺庙每天清清净净，多不容易哦，多少天龙护法护持哦，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贤德丧失欲恒时，不离文法啊。但是贤善道德的丧失啊，被遇到了，真是啊，心里面真是这样啊。欲是想的意思啊，就想永远的都不离开他啊，亲近着他听闻佛法啊，天天虽然会生一些烦恼，但是坐下来只要听个几分钟佛法好了，哎，马上你看我们这个身心啊就清静下来了啊，这个生命啊就开始感受到这种清静的这种清凉，就开始感受到清凉了。但是啊，但是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啦，定开一定会离去的啦。殊胜善友欲恒时，不离相伴啊。这么殊胜的，我遇到了这个投机的啊，这个志同道合的，不容易遇到的啦。哎，叫百里寻思啊，千里寻思，万里寻友啊。找一个好的道伴啊，甚至有时候比找一位上师还难了。哎，一旦遇到了这样殊胜的善友，遇到了，真是心里面想着我们永远的，哎呀，在一起啊，我们一起参学，一起住茅棚啊，也有个照应，大家多高兴啊。但是啊，也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离开分别的了。从今，然后这知道了这些道理怎么样啊？从今披着精进甲，应至无离大乐州啊，应该怎么样？这样子的殊胜的状态，我们一定啊要披着精进的铠甲，向这个无苦的究竟快乐的这样这个地方啊去前进。应至应该向这个方向，而且要永远不要离开这样大乐州，深深厌离诸道友，无法起人我劝勉啊。他说像我一样对这个轮回的过患升起了100%的厌离的，已经看得非常透彻的，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子的升起对这个升起厌离心的诸位的道友啊，我这一位很惭愧的也没有什么佛法的，像一个乞丐一样的人呢，我说这些话，我们相互的劝勉吧，啊，这个是啊，无垢光尊者啊，哎，无垢光尊者他老人家的断金刚语。所以财产受用、幸福、名声产生的因是自己往昔积累的善业啊，种种的受用、财产乃至名誉，都是过去所造作的善。现在我们得到的快乐的果报啊，是这样的。所以往劫里如果我们种下了这样快乐的因了，那你现在就是你是不求，它也会自然的到你的生命来体现一种快乐的状态。如果没有造作这种因啊，纵使你很辛勤的去追求啊，它也不能够成功。就像我们很多人去，你看我去买股票，对不对啊？很多人在这世间啊想着各种各样的方法要发财，但是啊，有的人做的呢不知不觉的他就发财了，有的人那、啊、疲于奔命啊，命都搭上去了，财还是没有发到。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说的因果，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因啊？你说要得到这样果啊，首先啊你要培因啊，才是。所以知道这样的道理了，我们人生应该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心啊，心就要放松下来，不要一味的光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心，我要求的怎么样啊？这个不是随我们的妄想心而产生结果的
而是随我们往劫的这种因而产生结果的。否则即便如何精勤的话，也不能呢，也不会如愿以偿，只能遭受不愿意的痛苦。这种例子太多了，在这个世界上面啊，非常非常多。所以应当依靠知足少欲这一无尽的财宝，修持真实的妙法。我们人生有一个什么的宝贝啊？是幸福的人也有的，不幸福就是乃至我们往昔没有种过这种善因的哦，乃至我们现在感受苦果的，也就是说这两种人同时拥有一种宝贝。这是什么宝贝？知足。所以这个知足常乐，这个不分富人或者是穷人的。所以佛陀在42章经里啊，最后要啊大般涅槃的时候啊，就是再次的告诫我们弟子们说，这个人哪怕再穷，那穷的就躺在地下啊，天当房地当床，但是他如果知足，犹是快乐。那反过来说，这个人哪怕他很富贵，像啊居在天堂上一样，如果他不知足啊，也是一个忧愁的人。这个说明是什么？这个知足是不需要钱去买的，知足甚至也是不需要拿因的。你往前有没有种这个因？哎，这知足啊是一种觉悟啊，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觉悟的状态。所以啊，你看我们佛教里，知足是每个人平等的，念佛是每个人平等的，念佛老的小的平的贱的都可以念了啊。这佛的功德，这是佛的愿力。知足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无尽的财宝啊。拥有了这个财宝之后啊，啊，你那个修持啊，真实的妙法。若不这样，虽然入了佛法，而精勤今生世间的琐事，那只能是自己的痛苦。不单单自己痛苦啊，而且会被智者、被这些圣者所呵斥。为什么？愚笨的人啊，被这种愚笨的人，明明一切都在痛苦当中，却不想着解脱痛苦。孩子不停地造作痛苦的因啊，哎，明明苦海是这么苦啊，谁都知道苦啊，但是他在里面啊，还是不肯回头啊，就这样。所以啊，为圣者啊，也为圣者所呵斥。如弥勒日巴尊者说，本来佛陀世间主，为摧八法说诸法，如今自于住智者，岂非八法反增长？所以本来佛陀出现于世啊，为我们世间的这个大智的主人啊，为了摧毁八法对我们的束缚啊，而讲解怎么从八法当中。但是现在呢，如今自语，就自己认为自己是高僧大德的啊，就这个意思，自语诸智者啊，自语，我现在懂得不少道理了。但是岂非八法反增长？难道世间八法是在减少还是在增长？这就是这样。如果是减少，也算是一个修行人了；如果在增长，不一定哦。如来护持诸戒律，为断俗事耳。这制定的戒律是远离这些尘土啊、尘啊这些。啊，烦恼啊，远离种种的这些琐事的。我们出家人显得非常简单，你看出家人常随物的18种物啊，带着啊，然后三衣一钵啊，树下一膝啊。我们祖师啊悲悯我们啊，看到我们这个弟子那个大悲心啊，才见丛林啊啊。那个在印度呢，是那国王将相啊，是大恭敬心才起精舍啊，啊，主要是为了我们道业。反而现在呢，我们持戒的诸位啊，诸上善人呢、啊，我们反而怎么样？岂非琐事反增多？是不是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常常啊，我们觉得确实非常惭愧了。我读这些文，好像就在讲我自己一样，唉，很惭愧哦。出去大包小包啊，你看啊，往昔生人之危矣，唯断亲属佛宣说，如今生人诸危矣，
岂非过分顾情面？往昔的这个僧人的威仪啊，是什么？是以啊出尘离俗为他的这个威仪啊，对不对？你看圆顶方袍啊，啊现这个出家的相啊，现出尘离俗的相啊，啊现这个断欲清心寡欲的断欲啊清心的这种相啊，现这种啊远出离这污秽的相啊，清净圣法的相啊，但是怎么样啊，这唯断亲属佛宣说，如今僧人诸威仪，岂非过分顾情面？总之若未念死亡，修持正法徒劳也。总的来说，如果你没有啊时时刻刻的对这个无常啊死亡啊挂在头上的话，修持正法啊，所谓的这种修持正法啊，也是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正法是来对治你的，你对治你就像吃药，要吃药的同时要忌，要有忌口啊。比如说吃这个药不能吃生冷的东西哦，但是你偏偏不听，一边吃一边还是吃生冷，你说这个药下去会有用吗？就这个道理了。一边佛所宣说那么多佛法啊，啊是为了对治这些的啊，但是我们没有对治啊，表面上行持的正法啊，哦这每一个法你看这都是佛说的啊，这个念佛你看这持戒啊，这个持咒这都是佛说的，但是你讲的这个是佛说的，佛还说的另外呢，你八万四千烦恼佛还说了八万四千对治，那种种的对治你有没有对治啊？你嘴里面念着弥陀，心里面在散乱。所以祖师说嘛，你这个念佛是不是正法？念佛是正法。心散乱是不是邪法？是邪法。所以啊你这个圣法邪法一起来了，哎，所以说念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这个印光大师也这么说啊，这个药和剂同用啊，药也没有用的，药效不现。所以这里啊弥勒日巴尊者说、啊、也是这样啊，说总结说，总之若未念死亡，修持正法徒劳也。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要具足心厌啊，厌离娑婆死字啊。所以印光大师说，死字若挂在啊，修道人若死念念不忘死字啊，这道业自成。印光大师这样讲。那反过来是也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这个修道的人你天天忘掉这个死字啊，虽然你修法了能成吗？所以弥勒日巴尊者 这句话就属于这样子的一个，因为这个尊者这样来呵斥啊，这样来提醒世间四大洲的众生皆无有安乐，尤其是我们这些身在南瞻部洲的人们，如今处于五浊恶世，无有丝毫安乐之时，唯有感受痛苦，年复一年，月复一日，月日复一日，朝夕即逝，时事越来越污浊，结识越来越恶劣，佛法越来越衰败，众生的幸福逐渐减灭低劣啊，是这样了，确确实是这样。哎，我们以前那个住个四合院没有什么了，现在你分那个几十个平方一百个平方、哦、我们家里面积很大了，大什么了，像住鸟笼子一样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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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格给你定的呢。哎，所以以前我们中国人以为住楼房，哎呦住我们家住楼房，楼房高级，现在慢慢这几年大家也知道了什么，哎楼房子最好外面都是树遮着，然后里面都是两层楼啊，最多三层楼，还是花园式的啊，这种什么，这种我们农村里以前是很正常的啦，对不对啊？那三家村夜话，你说三家村，哎三户人家住这个小村庄，对不对？在树丛掩映之中，过去是个很正常的生活，现在已经变成我们人的奢望了啊，现在已经成为奢望了，奢侈了，这个福报越来越减少啊，然后呢佛法也越来越衰败啊。所以我们哎，就打开那个书看那个我们虚云老和尚讲开示的时候啊，他一开始上来就是说
他是怎么说啊？魔强法弱，这个世道啊越来越临沂啊，魔强法弱，四分不古啊，越来越这样。那这虚老他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回想回想，民风就算淳朴了，哪里现在我们这么奸诈了？哇、哦，这个才几十年啊，就已经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人，我们思考这些的话，也就自然而然就会想起祖师啊，我们老前辈就讲的那句话：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啊？这一生再不度，以后越来越差哎。啊，此外，南瞻部洲是业力之地，所以一切闲劣、苦乐、善恶、高低、法与非法等都是不一定的，对于限量所见的这些情况，自相续中应该进行取舍。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南瞻部洲的，它是由业力决定的。它是什么业力呢？我们大家要知道，极乐世界也是属于啊，也是属于啊愿力的，愿所产生的这种业，跟我们是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这是五浊的业力所产生的，众生由迷惑的业造业而产生的。极乐世界啊，是佛啊，是阿弥陀佛啊，往昔觉悟了之后啊，以大悲心啊，以菩提心无量劫所造啊，所造所成就的清净的大愿，加上他勇猛精进的这种资粮所成就的世界。所以娑婆世界其他的什么没什么好形容，就是一个苦字。哎，那苦了。所以对我们这个限量什么意思，我们自己都感受得到，眼睛可以看得到，鼻子可以闻到，耳朵能听到，我们的身体感受到这种种的这样子的真实的情况，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应该明白。自相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内心啊要对这些现实的情况，我们要看在眼里啊，要明白在心里何去何从。什么叫进行取舍啊？取舍什么？就是何去何从，自己要做得了主，哎，自己要能做主啊，不要披耳随他去啊。所以阴茎若现前，披耳随他去。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都不要啊，这个啊，就是跟着这个，被这个一种种种的这种境界啊转过去啊，所以要拿得定主意啊，发得下这个誓愿，然后啊，依照这样子的佛的教导啊去。全知上师无垢光尊者说：有时观察自现顺缘啊，顺住缘了知自现厌相为住伴啊，在明白取舍，在安住的修法的过程当中啊，说有时观察自现诸住缘啊，自现顺住缘，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说感受到了很多的顺的，能够推动我们修行的这些助缘呢，啊，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呢自现厌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把这所有都是当成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加倍，我们既然觉悟了，想脱离了，那三宝的力量在我们身上会显现的。你既然在精进的，你正确的修行，它肯定会有厌相升起来。有时观察危害逆缘现。断除贪着迷乱之要点，有时观察道有他人思，了知闲劣策立勤修持。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也会遇到道友啊，也会遇到其他人的善知识啊。比如说我们到其他庙去参学，你看到这个师父是怎么带这些徒弟的，然后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啊，你内心会明明了了，你会知道啊，这个修道人呢、啊，哎，他的缺点在哪里，他的长处在哪里，然后这个善知识他带这些徒弟，这个善知识带徒弟的特点在哪里，他的善巧方便在哪里，你旁观者非常清晰啊。所以这是个了知闲劣啊，然后干什么，把别人的长处我们要来学习，把别人的缺点呢怎么样，我们呢自己身上不要犯，所以来这样来策立自己啊，能够勤修持，内心里明白是好坏，但是啊，用来鞭策自己勤勤精勤的修持，这个是
如理如法的。有时观察空中四大变，了知性性无有情作矣。啊，这是什么？了知观察那个空中啊，在空性当中的这四大是什么？我们学楞严经的知道，真随性空，真空性随。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当你一个修行人，你安住在这种或者是偏空，或者是甚深的了义的空这当中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缘起的奥妙啊。所以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成佛的法华啊，这个妙啊，这种缘起的妙啊，四大的这种转变啊，啊业力的排列啊，啊业力的生灭啊，啊了知心性无有情作矣。这时候你就了知心是什么，心是什么，心是什么，心是无为法，白法明白了你了。心是什么？心属无为法，了知心性无有情作矣。这就是什么？这就进入到修行者的休息的状态了。哎，在大圆满法里边叫大圆满心性休息。当一个修行者慢慢对这个空性了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开始下来了。这就像参禅的人到什么？参禅这个时候已经安住，脚跟站地了。哎，有脚跟了，已经脚跟着地了。哎，脚跟着地了怎么样？脚跟着地的人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哎，所以说啊，这句话就是啊，就这个意思。有时观察空中四大变，了知心性无有情作矣。有时观察自净使受用，了知如幻断除持迷现。但是我们虽然安住的空，这种空性不爱妙有的啦，所以种种的现象依然会起现。所以在自己的这种受用境当中，要了知啊，这一切都如幻的，不断的还要就是什么，这就要达到镜面相继。为什么要镜面相继啊？因为不断的会有境界产现啊，然后你要保持着这样的清净的念头，知道这一切显现如梦幻泡影啊，应该在这个知道如幻的这个状态下。断除那种实有的执着啊，实执的这种迷现。因为什么？它明明是有嘛啊，就像声闻的证到我空了，但是啊他看到法还是有的，法是有的，他说没有法我怎么证我空啊。但是这个弥勒菩萨于伽斯啊，他与真理相应的状态当中啊，他是依照这个实的这个状态，所以称为唯识派。他把这个实转为着智啊，但是依实转智的时候啊，他还是有啊，他是有刹那生灭的这个实的。他说万法为实啊，诸法为心啊，他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执着。然后再继续再往按照中观的远离思边八系的啊，这样的所以一切的力，所以一切的法啊现，他都会有这样的智慧，把这种法如剥芭蕉叶一样的剥得它层层剥尽，然后显出来的无的真面目来，他真正空性的真面目来啊。所以再用中观呢，这种更高的智慧啊，来让这个啊在唯识的状态的人再提升上去。所以说啊，有时观察自净是受用，了知如幻断除执迷现。不同境界的人执迷是不一样的。初地菩萨的执迷，哎，二地菩萨虽然他已经比他高了，但是二地菩萨还是有执迷的。所以说还有三地可修啊，三地可修，他是执迷都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他这种虽然是圣者了，是圣者了，他这种执迷已经啊，像我们这佛教里说什么啊，这个这种叫什么啊，分段的生死啊，啊分段的生死已经了掉了啊。但是什么啊，那种还有一种啊微细的这种惑还是有的啊。所以要把这种执迷的现呢，要了知啊，这些都是如幻的，应该断除的。有时观察他人财受用，了知悲心断除轮回贪。有时候看到别人哦，在享受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种福报的时候啊，我们这时候马上要对治什么？
要知道，你看啊，众生贪执在这种受用的境界里啊，不知啊，这些所有的受用是毒蛇一样啊，是如轮回的绳索一般呢、啊。所以也就是因此啊，产生悲心啊，不像世间的人看到别人哦，这个好啊，别人什么，然后就产生嫉妒心啊，啊，他不是这样。修行的人看到世间众生的种种受用的时候啊，他起悲心。你看世间的人啊，就是被些这些东西所欺狂。被这些东西所迷惑，被这些东西所紧紧的束缚在轮回道上，所以说自己呢，对于自己呢，要断除轮回的贪呢、啊。所以我怎么样？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们一样的，就贪执在这种受用里面 啊？所以说，一边对他人产生悲心，一边对自己呢提醒自己啊，要断除这样轮回的贪执哦。总之，一切种种迷现法。观察自性，摧灭实执迷，应如此修持啊。总的来说啊，由迷惑而显现的这种法啊，应该仔细的观察啊，然后、啊、安住在空性里啊，对治这些有漏的啊。就让佛跟我们讲《金刚经》啊，然后什么告诉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然后干什么？然后要对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对一切所迷现的这些法，我们应该按住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这个自性当中，就摧灭这些实有的执着，摧灭这些实有的执着。就像这个金钱会带来人快乐哦，这个享受会带给人快乐。我们佛法是带给人什么快乐？佛法是带给人解脱的快乐。这个不共的功用啊，是不可以泯灭的。如果带给解脱这个快乐的本性已经迷失掉了，然后哎，一不小心又被人引到什么？引到世间法里去了，引到有漏法里去了，引到轮回法里去了，啊，皈依那些鬼神道去了，甚至有的是皈依那个黄大仙去了，皈依狐狸精去了。为什么？他说，哎，那个你要说现实的人间享受，那还是那些快乐。哎，你那一个人，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一样的，很多这些人马上成名人了，马上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仔细分析分析看，这些人很多人他什么？他拜鬼道，他身边有那些鬼围绕着了。哎，那些女的啊，马上成为明星了，身边好几个狐狸精跟着了，走到哪里迷到哪里了。哎，什么什么世界小姐啊，什么东西啊？你就仔细观察观察了，身边那个歪门邪道的东西跟着一大群了。所以有的人他为了追求世间的成功，不知不觉就从佛法里滑到了这种相似的佛法，最后滑到邪魔外道的法里去了。这个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一种悲哀啊。所以我们要看着这些啊，我们这个啊，这些祖师的这些教法啊，要深入到心里去扎根，然后用这些教法来调育我们，来降服我们的这种邪气。就像我们佛啊，在这个42章经里面，一教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当以圣言量，当以佛的教导，安住在佛的教导当中去。哎，所以我们居士的称为净士男、净士女啊，啊，这个常常亲近三宝，亲近善知识。但怎么去善知识？善知识是有善相的，具足善知识的相啊。所以呀、啊。以后啊，要各位啊，都要找好真正的善知识，非常重要啊！你跟着善知识啊，则善了；你跟着不善知识，那不糟糕了。哎，所以这个《阿含经》里也有啊：世人本不善，亲近于善人，后必成善人，善名遍天下。那反过来说呢？世人本不恶，亲近于恶人。后必成恶人，恶名遍天下。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说近朱者赤，近我者黑啊，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学佛的人呢，也要非常谨慎，非常谨慎。因为啊，生死四大至关要紧，那、啊、不是儿戏啊。甚至我们去啊，就说世间的什么事啊，成功失败并不要紧，但是我们了生脱死这样一个桩大事啊，万万不能错路啊，万万不能错路。所以对这个生老病死啊、求不得冤憎会爱别离
啊，这个是、啊、这个啊，这个这个最后一个五蕴四圣啊，叫不遇灵啊，这种这个苦啊，我们种种了解了之后啊，这样的人生我们是继续在这样的苦当中继续下去呢，还是要去解脱这样的苦啊？佛法已经向我们打开了解脱的大门了。所以以前宗喀巴大师说，解脱的这个三主要道，哪三主要道？第一个是出离心，出离心如果没有啊，那世间人你这个不是佛教徒，你觉悟什么？那世间这么大，没有一个法，世间所显现的没有一个法不是告诉你是苦的，你竟然连一个出离心都没有，你还能算是一个佛教徒吗？所以首先是出离心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啊，第二个是菩提心。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苦了，你知道你现在有三宝可以依靠，可以出这个苦海了，难道你就忍心这些父母无量劫来都是自己的父母的众生沉溺在这个苦海里，你难道不愿意以你慈悲的眼睛看看他，不愿意用你现在能解脱的方法帮助他吗？不可能了。如果你不你只不过顾着自己啊，就有处理，你对着你已经得到处理这种方法，这么殊胜的方法，你对这个世间的人类不愿意不管不顾，你这个人得算是一个好的佛教徒啊。所以说啊，如果你自己这样子不能够成长起来，佛陀称为他什么叫骄牙败，他没有得到成功的顺利的成长起来，而是成长的一半夭折掉了。所以佛称为叫骄牙败种啊，把这种人称为。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清净的正见。什么是清净的正见？我们这前面啊就是讲到了嘛，啊，观察自性，吹灭实执迷。这个清净的正见是不生不灭，无量光无量寿啊，是阿弥陀佛的本性啊，是极乐世界的本性啊，是这个生命啊，圣者生命的体性，圣者生命的体性。所以如果你没有悟到这个，没有悟到这个的话，你没有真正的踏上这个真正的解脱，没有踏上真正的解脱。所以这个称为叫解脱，上解脱上面的三个主要的赞，这三个主要的赞，这个三个主要的赞什么？就像出离心，就像什么？哦，你已经啊，真正的你有出离心了，才是你真正皈依三宝了，啊，你皈依三宝啊，才是合格的一个三宝弟子了。也就是像等于你啊，爬上一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公交车了一样，爬上了你自己哦，马上得幸福了。你看观音菩萨的这个公交车踏上了，然后看着路边那么多苦难的众生，你难道不愿意招呼他们一起上来吗？招呼他们一起上来，这就叫菩提心呢。然后清净的正见是什么？就达彼岸了。这公交车，你乘上这个公交车，已经达到终点站了。啊，所以这是三种主要的啊，主要的方法。宗喀巴大师他是这样总结。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是啊，我们了解这个生命的啊轮回的过患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合格的佛教徒啊，在这个认识这个过患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来使自己正知正念安住在正道上，能够达到正确的彼岸，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呢就是这个苦啊，我们人道的苦啊讲到这里就了了啊，就是啊大致上八支分的八苦啊讲到这里啊。为什么我们讲到这里呢？啊，明天你看我们就要上路了，明天我们要去成都啊，要去参学大善知识门去了，然后这个将近20多天呢啊，所以希望呢我们苦啊到这里也认识到，也带着这个种种对生命轮回的过患的，带着我们知道这么多众生沉溺在苦海当中的这种正知正见，我们去朝拜善知识去，去求这些解药来。